我估计是被打飞，能救吗？他应该在救人。一楼还有一个，好像是三个。 我们三个不带你，先把这里解决了。我操，这什么牌面？我挡闪，等等，我挡闪了。有烟，上不了。下来，我这边又来了，压后面的。 撞了，两个 C， 哈哈哈，中过来了，没有头了，搞一个，牛逼，我没头了，大哥，我给你，来来来，来我这，左边那棵树，哎，不是，就后面那棵树，哎，对，我听到他，现在这脸上。 有人在推我头，右边树。我去你的那个蓝嘛，蓝嘛！我操，这没压住，差一枪。我才是真的没压住。我靠，刚才这张宇都不知道看我视角。还有这战壕，我看到的。